上次啊，老板说那台阿法好像不够力，今天换了一台雷克萨斯。那来看看他怎么说啦，我是不懂他到底在想什么。来，请开门，是吧？不是声控的，是不是？还要手动，那也没有办法。各位，我又来了。今天我要告诉你们，这台叫雷克萨斯，它的配备很棒，但问题我要告诉你，我不是卖车的，我也要告诉你，现在我坐在这里，我只要花500块就可以拥有1到2个小时的拍摄权，好吗？是拍摄权是不是？拍摄权，拍摄权。但是在这2个小时，我可以说这台车是我的，所以呢，这台是不错的车。但是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要告诉你们，因为它是拥有拍摄权，所以车内禁烟还真的是不符合我的 style。因为没吃薰，我感觉情感好，所以基本上还是打枪，好不好？我银盘豆花，这里是我银盘烟酒，想喝酒的、想买酒的、想学习威士忌的，都可以来找豆花哥，好不好？拜拜。